耍费，深恒昌在澎湖的免税购物中心，喝玩乐看电影的一八九，还有亲子旅程，有大概四个楼层，基本上都可以蛮好逛蛮好买的，跟着我们逛街吧。儿童的亲子影厅，弟弟躺着看电影好不好？我还推荐你可以来这边购买 GoPro， 现在除了免税价还多送了一颗电池。现在购买 GoPro 8的话是15000，也是免税价，而且还是公司货。那 GoPro Max 的话是18620。Garmin 其实也很适合在三号港购买，因为它的价格呢，要的 MK One 它的价格是31340，也是大概台湾的市价的95折。那小葡萄他们很喜欢的 Fun Bus 呢？就完全没有打折的优惠，也没有免税。Tomica 的小车车，你想要是不是？橘子跟小葡萄他们太爱买玩具。后来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我们会说，就是你先把你想要的玩具拍下来。那拍下来的话呢，等到你下次的圣诞节啦，或者是生日啊，其他活动的时候，你再帮你买。那别人说他们现在就会一到玩具店的时候，就会疯狂拍拍拍。到一间还蛮特别的店，就是野兽国，他卖的全部都是非常有名的《星际大战》啊，或者是钢铁人啊、超人啊系列等等的玩偶，够超级无敌多的，而且逼真度100%，超像的。雷神索尔，如果喜欢是收藏的，会很喜欢这一间店吧？你说你要什么？我就买一双鞋子。Puma、Nike、艾迪达，所以它款式比不过多，就是免税价。还会有一些促销的商品，算是价格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点。他们免税店，有这一间的可颂，我觉得这间可颂很好吃，我们已经吃过几次了，现在都还有打折，可颂已经只剩一个，所以两个吵架，所以一人一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好了，一人一半。那这一桌，因为。好，这样子你跟姐姐才公平，然后我吃中间这一块。没办法，本来这个可以买两个，但是它现在只剩下一个，所以我们只好 share。 可颂店其实在台北也有店，好吃哈、哦、很好吃，很好吃。的炸鸡来了，我们的比利时炸鸡，我们选的是那个裸鸡三兄弟在的套餐，它鸡炸得很脆，而且它套餐等于饮料是无限续杯的，炸的它不是像那个肯德基有薄那种厚厚的皮，它是薄皮的，上面没有裹粉的。就吃起来非常好吃，是非常棒的。如果喜欢我们今天在三号港的影片的话，麻烦帮我们